玩搶工時間11:59。時間寫啲8月10日星期三，今日1月17日可以玩一個輕鬆嘅日子，就係考試嘅 last 一日，即係考通識，即係通識佢考你三條長問題，做嘅時間就係2小時。2個鐘要做三條題目，同埋三條題目有 A、B、C 嘅都有，不過要你寫好多嘢。跟住然之後過咗半個鐘之後，就係呢個 Unit Listening 考一個半鐘。今日 BL1 都唔知搞乜，唔知搞乜嘢，基本上都一次 MVP 啦。即係咁啱玩玩下，就忽然之間咧彈 game， 應該係話成個世界啲人彈曬 game， 唔知搞乜嘢。即係喺1月20日星期六，即係星期六喺1月20日，就去呢個赤門海峽嗰度，唔知睇乜嘢呢個地理活動，又係星期六嘅。你就話請同我自備午膳，因為當天有45分鐘的午膳時間，我就唔會喺呢個時間開始午膳。我哋唔知咧，都係一樣，都係5點幾先食晏晝，唔係喎，應該話。首先要8:50之前要去到呢個大學東鐵站度等，即係話你要7:00出門口，其實即係話喺大學站啦。當我講翻起大學站咧，唔知點解話係好似同大學咁有緣分，即係喺之前咧我就即係我15年2月幾時就話去呢個廣大香港大學。跟住之後就去呢個邊唔知咩大學，好似公開大學嚟到上。跟住後屘我放翻嗰時係去過好多間大學，然之後到今年唔係應該話今年啦，又去呢個沙田嘅大專院校，即係叫大學嘅佢叫。跟住之後到今日又係大學。點解我係咪即係同大學咁有緣分咧？次次都係講起大學就大學。即係嗰陣時落雨喎，因為佢預報已經講到會落雨。
即係你即係呢個2月26日就係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奧運會。即係實際上呢奧運會跑呢個3000米喺呢個11:09開始跑。睇下3000米，即係話你一定要練習啦、啊。即係基本上啲高手、啊，首先之前就話唔知嗰個死伊個咩料，就係知道佢可能好勁嘅。我就係要練習，練習嘅話，到時又會贏，到時又會 show 唔到自己真實力出嚟。其實我發覺咧，即係呢個我哋喺 Facebook 嗰個有個即係。有個試規個專業啦 page， 有個叫即係我哋 PS 試規個 page 咧，即係有人就覺得呢個試規淨係話 po 啲，一係就喺度試外，一係就喺度猛烈咁樣鬧學生會，一係就喺度咩講人是非，跟住就個個都有啲人就好嬲，即係甚至有啲人就話喂。呢位咩咩班嘅同學，我鍾意你啊！你接唔接受我啊？聽我有個咧，好似打機打得好勁喎，我想識佢啊！即呢啲嘢，基本上係有啲人係寫喺呢個試規個 po 裏邊，跟住你咁樣咪俾曬全世界啲人知道，唔係全世界應該係講俾喺 like 呢個 page 嘅人知道，咁咪即係全世界知你。知邊個中意邊個咯？既然喂，其實實際上呢個 page 唔係一個示愛嘅 page 嚟，你不如直接啲去講。我覺得成日睇呢啲 post 嘅，其實你寫喺度咪真係變相咪所有人都睇到咯。即係話，例如話，我聽講係有一個人打 CS:GO 好勁嘅喎。在中午有個人打 CS:GO 打得好勁，跟住後屘全部都知道曬，原來 Form 5有個人就好打 CS:GO 打得好勁啊，跟住個個知道曬啦，基本上，即係唔好淨係講俾一個人聽，全城村人都知道曬，個個話你係傻啊！咁其實呢個現象都唔係成日有嘅。我記得咧喺2016年嘅5月嗰陣時，即係呢個市區 post 唔係呢個市區嘅 page 開咗一個月之後，跟住後屘就發現咗一樣嘢嘅，就係、是、當時我 form two 啦，就話小弟今年就讀中二，我發現我中意咗班上面好多唔知邊個唔知邊個。即係其實有啲人都係好大膽咁樣講出嚟，就係我中意我哋班嘅邊個 ，form two 嗰陣時啊，有冇人知道嗰個女仔有冇男朋友？我想識啊！即係基本上成村人都已經知道曬，你就唔好揚出嚟啦，不如行動嚟表示。我覺得最多嘅就係、是。一系鬧學生，一系鬧呢個四社，一系鬧學生會，一系就鬧呢個，一系就示愛。
即係成日話一早會聽到多學生會講，即係話嚟緊我哋會有好多福利俾大家噶，到時大家慢慢享受啦。即係實際上你咁樣講，邊有咁大隻蟑螂隨街跳噶？咁多福利咩福利啊？派錢啊？係咪終有一日學生會派錢俾我哋？喂，大家派錢，不如派錢俾你哋啊，好好善用啊！系咪真系好派錢啊？你講福利會有好多福利啊嘛，唔通會送朱古力嘅？唔通你話啊，周嚟情人節啦，就會送啲朱古力嘅，跟住又話派錢啊，送利是咩啦，新年啊，派利是咁樣，我都講冇乜冇呢啲福利，有都唔要。朱古力唔好使講啊，掉落嚟抌垃圾桶啦，反正都忘記呢個日子㗎。